在北方大道。今天是5月27号了，天气很热。前方1英里，稍向右转，朝 Grand Central、Parkway 和 Eastern Long Island 方向行驶。这么热，戴着口罩实在是不太好受。保持在中间两车道行驶。路上的车蛮多的了。说州长可市长可能说6月初这个餐厅餐厅跟这个酒吧就可以重开了，对，希望是逐渐的重开了。那前面警察叔叔也戴口罩。警车特别多，今天在街上。